我们都是败诉，当然这里面的理由就是我们没有土地权状，我们以前是。 妇联会招商过来这边做菜市场的居民，有一些老伯伯就是说太老了，他也不想住在这边，就把他所拥有的那个地这个房子卖给我们城乡移民来。我们是用买的，不是用抢的。 不是说用占有的，那个时候是有根据那个历史的渊源，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有门牌，也有水电，都是一切合法。然后道路扩宽，74年道路扩宽也有台北县政府也有补偿，然后到了那个97年开始提告。 说我们要拆屋还地，然后要追缴说5年不当得利。那对每一个居民来说，都造成生计跟生活很重、很深刻的影响哈。像是我们的薪水被扣，强制扣薪三分之一，账户被冻结，名下的财产被查封、被法拍，那我们生活也没有办法过好。我们常听到很多叔叔来说，他们现在。 晚上做噩梦还梦到自己家被拆，然后现在有忧郁症，吃不好也睡不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华光社区到大观社区，政府都是使用同样恶劣的手段去便宜行事，刻意无视社区形成的历史沉淀啊，以及社区以前容纳1950城镇自移民1960城乡移民去舒缓社那个住宅用地不足的这个社会功能。我一直觉得我是做了一个噩梦。 那个噩梦呢，可能在3年多以前，可能就噩梦就醒了。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噩梦还没有醒，因为呢，我们的社区被拆了3年多，然后我们的不当能力也已经被执行了3年多。最近我们的居民又收到了一个执行费用的追讨，啊，那执行费用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房屋部当时有来我们这边丈量那个付账费，然后还有法院的诉讼费，现在全部都我们要。我们最高的那一户呢，要缴到40几万，不当的利已经缴了800万，现在又要缴40几万的执行费。 我们如果是咸鱼，我们也没有办法翻身。先是以此去索取说你侵占国有地，去索取高额的不当得利，好，从20万到数百万都有，去逼使居民点交房屋啦。然后现在呢，则是以将来去要收取强制执行费，然后迫使我们已经经济很弱势的居民去自行把自己的家拆掉哈。那我们要说，这笔强制执行费也是政府用来削弱。 我们一直以来反破全运动的手段，法院告我们华光社区呢，他编了2亿多的预算。我请问各位，那2亿有没有办法来安置我们华光的居民？有没有办法？可是他不愿意啊，他选择用最残暴的手法，最难看的事项来把我们这块地把它给收回去。收回去以后3年都要干嘛？ Who knows？谁知道？到最近才说要由中华邮政来开发，开发完以后要怎么办？我们很多居民还流落在外，还没有房子住，我们在等着他开盖社会住宅，租给我们。可是
各位入来他赖起来以后，以我们那边的地价哦，一个三房两厅的，他至少要给我们收到28000，我们哪有那个能力租得起那样的房子？各位，各位，我们没有能力去缴贷款，我们缴不到能力已经缴了几百万、几十万，我们没有自备款，我们800万的自备款还没有办法当自备款，在台北买到任何房子。去年9月25号的时候，我们上凯道，蔡英文总统回应说，我们会在总统无人圈咨询委员会里面纳入更多的居住权专家。结果就在今年，行政院的发言人徐国勇就说了这么离谱的话：没有财产权就没有居住权，鬼扯！请这个法学博士徐国勇读一下两公约，读一下公约的一般性意见，他是不是说得很清楚？不管你有没有财产权，你的居住权都应该受到保障。大观的居民在那个地方住了40-50年，住了这么久，他们早就已经没有办法离开当地生活，甚至很多人就只有这么一间小小的房子，离开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去。这个烂政府又没有收入住宅，没有收入住宅就把他赶到街上。居住权跟财产权必须要分开，这些人在当地住了30-40年，他们的行程有历史脉络，他们也都买了这个房子，有了水电，有了门牌。但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不承认这些人的合法产权，不给他们做登记，所以他们始终无法取得合法产权。一心期盼的就是这个政府有一天会照顾他们，不会让他们流离失所。所以我们一再跟政府呼吁，你不一定要让这些人就地合法，但是你一定要让这些人有地方住，一定要有替代的住房。你在有替代住房之前，你要做一件事情，很简单，非常简单，就是不要强制执行，不要强制执行。但是退辅会这个阿爸的机构完全不管总统人权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硬是要强制执行，硬是要拆去你的家，就在没有任何替代住房的情况下，硬是要拆他们的房子。人权咨询委员会在今年4月的时候就已经决议，要退辅会在找到替代的住房之前暂缓执行。退辅会完全没有在鸟，这么荒谬的机关民权你不管一下吗？我们非常肯定说，我们人资委大方向去做的努力，他一直强调说要做好安置，做好安置，在安置之前应该要先停止强拆，应该要缓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机关完全就不重视。那这样人资会是不是沦为虚设？那我们现在在这边也要呼吁，再有行政院我们政府再有安置方案符合居民需求的安置方案出来之前，应该要缓拆，要去成立专案，去成立专案去解决我们大观社区的争议。在我们拆迁过后，你已经拿到你的手段了，你有没有可能就不要再跟我们追究不当得利，不要再跟我们追究什么所谓的执行费用？这3年多来，我们被拆了以后，我们居民一直在疗伤止痛，我们很避免去碰触类似的话题。可是噩梦没有醒啊，怎么办？所以我很希望大观社区你们可以成功，你们不要步我们华光社区的后尘。我曾经说过，我真的很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华光。那如果说你们今天如果有这个没有要成立书面的资料，我们有带书面资料，书面的资料我可以帮你们收掉。哦，但是我今天跟你讲，今天大观社区不是第一次来了，上次来也是外交国防法务处的人来接。那想问一下说，对于大观社区今天已经收到制裁期限的通知了，那行政院部分到底想要怎么解决大观社区的争议？我们要成立专案啊。自拆期限的这个通知是法院，法院发的。法院的通知我们也要尊重。可是你是退辅会受主张的强制执行，才会有后面的这个执。今天是你们政府机关哦，今天是你们政府机关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今天才会有这份执行命令。我们从之前过去到行政院陈情多少次，抗议多少次，
上次也是外交国防处法务处来接我们陈情，那为什么今天还是没办法给个答复？行政院会，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原则。行政院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行政院不是退辅会的上级机关吗？那今天针对总统府的人资会有这样的一个决议集。我们要看到今天政府官员要跟我们讲同样的话依法行政，就跟你讲，从过去华光社区到今天大观社区，都是同样遭受到这种处理原则的破迁，难道行政院不知道吗？难道行政院不知道吗？我们刚才记者会在这边开那么久，都有提到，甚至过去都一直有提到这个问题，难道行政院不知道吗？我们不希望大观社区成为下一个这样子被迫迁非正式住居的问题。